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继续进行毕加索的第二讲。那么第二讲呢，我们把它叫做爱的印记。那么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就是毕加索和女人的关系，或者说谈到毕加索的浪漫恋爱史。当然毕加索的和女人的这样一个浪漫的恋爱史呢，被很多人呢津津乐道。然后过去呢，我们在课堂上针对这一块也进行过课堂讨论，然后很多女生呢一上台就说，哇，毕加索简直就是渣男一枚。可是呢，很多男生呢就很羡慕的会说，哇，毕加索就是我眼中的高富帅。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毕加索在他的浪漫的这样一个恋爱的过程当中，他和女性，他和画作建立了怎样的联系。好，我们来看这一幅作品，叫做《梦，玛丽·泰瑞莎》。当然了，他描绘的是玛丽·泰瑞莎，他的情人之一。那么这个时候呢，毕加索其实呢，在认识玛丽·泰瑞莎之前呢，他其实是有婚姻的。那么他和一个俄国的女演员，芭蕾舞演员奥尔加结婚了。而刚结婚的时候呢，因为奥尔加出身贵族，所以带着毕加索就出入于当时的这个上流社会，经常的晚宴 party。然后毕加索开始的时候对这个生活呢是很着迷的，但是呢很快呢，毕加索的这样一个浪漫艺术家的气质就显露出来，然后他就厌倦了这样的一种生活，他其实还是向往着这种自由自在的这种艺术家气息的这样一种自由生活。所以几年以后呢，毕加索和奥尔加呢当时呢还生了两个孩子，但是之后呢他们的感情就恶化，而且奥尔加呢会对毕加索可以说是破口大骂，然后他们的感情呢就出现了激烈的这个分歧。然后后来呢，奥尔加就带着两个孩子呢就和毕加索就是离开分居了。而且呢，按照当时的这个西班牙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呢，就不允许离婚。而且呢，如果毕加索坚持离婚的话呢，他将要分一半的财产给奥尔加，所以怎么看都不划算。所以这样呢，他们就只是处于分居状态。可是呢，毕加索是不能没有女人的。然后在这个状态下呢，毕加索就认识了玛丽·泰瑞莎。而那个时候，玛丽·泰瑞莎只有17岁，非常年轻。而玛丽·泰瑞莎呢，身材非常好，据说是像运动员一样的很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身材。然后当时她一见到毕加索的时候，毕加索马上被她所吸引。然后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说毕加索一看到玛丽·泰瑞莎，然后就很热情的去搭讪，然后说，你好，我是毕加索，我可以为你画肖像吗？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些更伟大的事情。结果据说玛丽·泰瑞莎就这样的跟着毕加索走了，然后他们就恋爱了。好，然后玛丽·泰瑞莎因为那时候太年轻，只有17岁，是未成年，所以毕加索呢就和玛丽·泰瑞莎是私下里暗中交往，就不能公开，因为是未成年的少女。而且呢，玛丽·泰瑞莎呢，因为毕加索那时候已经接近50岁，所以玛丽·泰瑞莎就太小，所以说她显得对毕加索是非常的崇拜，把他当偶像一样，所以很温顺很温柔的依附于毕加索身边，就像一个温柔的小鸟一样。所以这样呢，毕加索他画笔画的笔下的玛丽·泰瑞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看到，因为这个标题是梦，如果这个标题是梦，我们看到一个少女好像虽然是坐着，但是从她的表情我们看她又好像睡着了。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猜测，这个梦绝对是个美梦，绝对不会是噩梦，对吧？而且呢，我们看啊，画面充满了曲线，非常的柔和和甜美，很柔和甜美。然后脸部同样用的是立体派的方式，用立体派的方式，所以说你要去追究它的透视，你会说，哎，这个脸不对呀，脸不透视。可是立体派就是这样在表现。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色彩。那么从色彩来说，整个画面的颜色是偏暖色调，很柔和，非常柔和，在这个画面基本上很少有什么冷色调，所以整个画面呢给人的感觉呢是甜美、温馨和浪漫的。好，然后这里呢，我找了一下玛丽·泰瑞莎的照片，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都是玛丽·泰瑞莎。然后最上面这一张呢是毕加索，后来呢玛丽·泰瑞莎为毕加索生了一个女儿，叫做玛雅。这是毕加索和他的女儿在一起，和玛丽·泰瑞莎的女儿在一起。然后呢，我后来还找到一张这张照片，我们看一下，这张呢是毕加索和玛雅长大以后，在1962年所拍摄的。
我们会看到是成年以后的玛雅，这是他们的照片。好，然后毕加索呢，在和玛丽泰瑞莎恋爱的时候呢，相当于呢，他其实是有老婆，只是没有离婚。好，紧接着我们看下一幅，这一幅，这一幅呢和刚才的风格完全不同。然后这一幅呢叫做《哭泣的女人》，是毕加索描绘的是朵拉马尔另外一位情人，而朵拉马尔呢是在玛丽泰瑞莎之后，并且玛丽泰瑞莎已经为毕加索生下了一个女儿以后，然后毕加索有一天认识了朵拉马尔。好，那么毕加索和朵拉马尔的认识更有趣。有一天毕加索呢和朋友呢，他们一帮子啊男性艺术家，然后他们去到了一个酒吧。好，结果呢刚刚坐下来不久，他们就被旁边一桌有很嘈杂的声音所吸引，然后还有惊呼声。结果毕加索一看过去，就发现那边桌子中间呢坐了一位女士，然后这个女人呢用手绢把眼睛蒙住，她的眼睛是看不见的，然后她的手呢虽然戴着手套，可是呢她拿着一个水果刀，因为蒙住眼睛，然后她就把那个水果刀在手指之间，在手指缝之间互相的这样子自由落下，但是她有时候落下的时候就会扎到自己的手，结果扎到她的手的时候呢，她手其实看到的时候就已经在流血，可是呢她还在玩这个游戏。好，大家看一下夜晚，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出没的这样的一个酒吧，然后呢一位女士正在玩这样的一个疯狂的游戏，你看这个女人绝对立马就被毕加索所吸引了。好，她就是朵拉马尔，这就是朵拉马尔，毕加索最早认识她就是这样。好，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朵拉马尔是怎样性格的一位女性，而朵拉马尔本身就是一位女艺术家，然后她是南斯拉夫人，她是一位摄影师，是一位女摄影师，所以在那个时候女性艺术家本来就不多，所以这样朵拉马尔在这样一个艺术圈子里头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好，很快呢毕加索和朵拉马尔他们俩就恋爱了。好，可是呢好景不长，因为这个时候呢毕加索其实有一个老婆，生了两个儿子，然后呢又有了一个情人，刚才我们看到的玛丽泰瑞莎，并且玛丽泰瑞莎也为他生了一个女儿，结果这个时候他认识的朵拉马尔，所以我们会发现朵拉马尔其实不是小三，已经是小四小五都有可能，对吧？好，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好，结果呢开始的时候朵拉马尔和毕加索也非常好，可是后来朵拉马尔不光知道奥尔加的存在，而且呢也知道了玛丽泰瑞莎的存在，所以这样呢朵拉马尔呢就非常的伤心，没有想到毕加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他就会要求毕加索呢离开玛丽泰瑞莎，而且呢之后呢朵拉马尔呢就经常哭泣，所以这样后来呢毕加索就画了很多哭泣的女人，全部是朵拉马尔这一段时间的。而且呢后来呢有一天朵拉马尔和玛丽泰瑞莎两个人就碰面了，他们俩居然见到面了，结果呢一聊之后才发现毕加索，因为他是同时基本上在后来是同时和他们两个人交往，毕加索经常是早上去看玛丽泰瑞莎，然后下午呢去看朵拉马尔，所以这两个人就穿帮了，对吧？他们就非常的气愤，然后他们就要求毕加索来做选择，结果呢毕加索无意做选择，毕加索说我很满足于现状，我不想做选择，然后他就扭头就走了，然后留下这两个女人，然后这两个女人就吵得不可开交，然后朵拉马尔呢就要玛丽泰瑞莎离开毕加索，结果玛丽泰瑞莎说，她说不，该你离开，因为我已经为她生了一个女儿。但是呢，朵拉马尔说，好，即使你为她生了女儿，可是毕加索现在爱的是我，我是他的现在时。好，即使他有老婆，反正老婆已经分居很久了，所以他们两个就在这样一个争吵过程当中。但是当因为毕加索无意做选择，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所以这样呢后来呢朵拉马尔经常就歇斯底里的哭泣，然后呢也会在和毕加索有非常激烈的争吵，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幅画面。好，和刚才那个画面相比呢，我们会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直线，大家看到没有，非常明显的直线，而且我们会看到画面中间这块白色，大家看一下啊，以前有同学说是纸巾，
其实那个时候其实不流行纸巾啊，那个时候人们流行用的是手帕，其实它是一个白色的手帕，可是手帕应该是布做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这里看到手帕居然是直线条描绘的，就手帕都变得硬硬的僵直起来，已经没有那种柔软，因为在这种激烈的情绪之下，哪有什么柔和的东西呢？没有柔和的情感。而且呢，透过了手帕，我们会看到手帕本来是擦眼泪的，好，结果呢，我们会透过手帕居然看到了嘴巴和牙齿，你会觉得这个女人真的是咬牙切齿的恨，对不对？她在和毕加索的在这个争吵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痛苦。而且呢，透过了手帕，我们还看到了眼泪，这里是眼泪，然后我们这里还有看到泪珠往下滴，泪珠滴下来，然后我们还看到破碎的瞳孔，眼睛的破碎，非常非常的伤心。然后特别我们看到睫毛，我们说中国有一句话叫怒发冲冠，就人非常生气的时候我们头发都竖起来了，我们说这里是怒发冲睫毛，是不是睫毛都竖起来了，它有一种很痛苦或者极为惊恐恐惧或者是难受这样的一种表现。好，然后我们会看到耳朵，这里也是有一个耳夹，有一个耳夹把耳朵夹住。好，你会看到每一个细节都在表达痛苦，可是毕加索呢就非常直白的把他的女人的痛苦呢直接画在画面上。好好，所以说这一幅画作呢，当然这样的画作啊，因为我们前面看过了很多的肖像画，包括画家的自画像，伦勃朗的、梵高的等等，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肖像画，我们都会觉得如果我们来看毕加索的这样的肖像画，你会觉得这不叫肖像画，你会觉得画的不像，对吧？你眼看上去你会觉得它绝对不像朵拉马尔，对吧？可是呢，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所描述的毕加索和这两个女性的这样的一个交往的过程，以及这两个女性的这样一种性格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一下，那么毕加索其实把他们的情绪感受画得非常的像和准，所以他不是用五官的那种形象和写实来表达，而是表达的在这个状态之下毕加索对他们的一种印象，对他们的一种感觉，是他这样子在描述。所以说他用了色彩，用了线条，直线或者是曲线来分别表达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和感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毕加索画的也很真实，但是只是我们需要了解在这个画作的背后可能发生了什么，是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好，然后我们这也可以同时比较着看一下啊，这是玛丽泰瑞莎，这是毕加索为玛丽泰瑞莎画的一些素描，其中的一幅，我们会看到画玛丽泰瑞莎他画了非常多的曲线，因为玛丽泰瑞莎年轻纯真纯洁，然后她崇拜着毕加索。好，我们再来看朵拉马尔，然后为朵拉马尔画的素描稿，大家看一下，这个素描稿里头也用到了很多的直线，有非常多的直线，所以他完全在用不同的表现方法，或者用毕加索的语言，然后来表达，用他的绘画语言来表达他眼中的女性。然后下面呢，我们再接着看一下在毕加索生命当中另一位重要的女性，然后她呢叫做弗朗索瓦·吉洛特。那么弗朗索瓦·吉洛特呢，其实呢应该是在毕加索50多岁啊，应该是快60岁了，差不多应该是有60岁，然后这个时候呢，她已经玛丽泰瑞莎呢已经不再和毕加索在一起，而且后来呢玛丽泰瑞莎精神失常，玛丽泰瑞莎呢离开毕加索以后，她根本就没有办法生活，然后基本上她的后半生就在精神病院度过。然后这个时候毕加索呢也离开了朵拉马尔，朵拉马尔也不再是毕加索身边的女人。这个时候呢毕加索认识了这个弗朗索瓦吉洛特，然后弗朗索瓦呢当时认识毕加索的时候也很年轻，也只有20多岁，而且呢是一个学艺术的一位，也是一位女艺术家可以说，而且呢弗朗索瓦呢非常漂亮，所以很快呢，当他和毕加索接近的靠近的时候，毕加索很快就为他所着迷。好，然后这一幅画里面我们看到呢是毕加索和这个马蒂斯，因为当时马蒂斯呢也认识了弗朗索瓦，也认识弗朗索瓦，而且呢据说早期弗朗索瓦是非常崇拜
马蒂斯，然后毕加索呢为了追到弗朗索瓦，然后就让弗朗索瓦呢就完成了他的梦想，就让他认识了马蒂斯，然后这样呢后来呢，而且弗朗索瓦呢经常呢是拿着花照相，所以这样呢当弗朗索瓦认识马蒂斯和毕加索的时候，当时他们两个人同时都为弗朗索瓦画了一幅类似于女人花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这是当时呢毕加索所画的，毕加索所画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我们提到弗朗索瓦，我们都把它形容为叫做女人花。然后从这个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他经常喜欢把花朵戴在头上这样子的。好，然后弗朗索瓦呢应该来说是在毕加索身边的女人当中啊最有个性的一位，这里我们看到他的照片。好，这是毕加索为弗朗索瓦画的素描，特别美啊，像这一幅，特别是那个头发的那个表达啊，头发线条非常非常的美。然后这里呢我们会看到毕加索屁颠的然后为弗朗索瓦然后打伞遮太阳啊，这样子的。好，这也是毕加索和弗朗索瓦，后来弗朗索瓦也为毕加索生了孩子。好，但是呢弗朗索瓦呢是一个很有个性很有独立个性的这样的一位女性，那么她不能够容忍毕加索在和她交往的时候有其他女人，但是呢我们说按照毕加索的个性，她没有办法可以说是一心一意的在一个女人的身边待很久，所以说在一段时间以后，特别是弗朗索瓦然后这个他也为这个毕加索生了孩子以后，然后实际上也是因为这个婚姻生活时间长了，虽然不是婚姻生活，他们其实是同居并没有结婚啊，但是呢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在一起的生活呢还是受到了挑战，所以后来呢在毕加索身边又出现了其他短暂的出现了其他的一些女性，但是呢弗朗索瓦听到以后知道以后呢他就非常的生气，他就对毕加索说，那我就要离开你，如果你还继续和别的女人交往。然后毕加索觉得弗朗索瓦不会离开他，因为没有女人主动离开过毕加索，所以毕加索呢不以为然，结果没有想到弗朗索瓦就真的带着孩子两个孩子啊离开了毕加索。而且呢离开毕加索以后呢弗朗索瓦开始写书，就写他和毕加索在一起的日子的这样的一本书，然后毕加索知道以后非常的生气，然后他害怕自己的有些隐私和秘密在这本书里面呢被透露出来，所以这样呢毕加索呢也利用了他当时的名望啊地位啊和所有的手段吧，想阻止这本书的出版，但是其实不可能对吧，如果这个书能够出版，对当时的新闻界和娱乐界和艺术圈来说都是绝对爆炸的新闻，大家其实都想看这本书，所以说后来这本书还是出版了。所以这样的这本书出版以后呢，毕加索和弗朗索瓦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就继续恶化，就恶化得更厉害。可以说后来呢其实弗朗索瓦在他的后半辈子，特别是毕加索在他去世之前，然后他们俩呢就有很多很多的争吵，有很多的争吵，就斗了一辈子相当于是。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我说弗朗索瓦确实他勇敢地离开了毕加索，可是呢他离开毕加索以后他和毕加索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所以说弗朗索瓦他真的真正的离开毕加索了吗？他可能只是形式上身体上他没有在一起了，但是呢实际上毕加索仍然在他眼中，并且他们一直在斗争，所以说不曾真正离开，这个怨恨其实一直都在，一直都在啊、哦。好，并不是真正的了结，大家会发现。好，好，这里呢，我会看到弗朗索瓦，但是弗朗索瓦呢，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位女性。然后这里呢，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会看到，包括在2012年的时候，弗朗索瓦还在出席一些社交活动，大家看到。啊，还是非常有魅力的弗朗索瓦啊，虽然年事已高，可是仍然很魅力的活跃的，啊，这样子的。好，我们看一下，其实这一张照片我很喜欢，非常有气质的弗朗索瓦，大家看一下。好，所以说在毕加索的生命的或者说在他的恋爱过程当中啊，第一位勇敢的敢于离开毕加索的人就是他，弗朗索瓦吉洛特。好。下面呢我们看这是最后一张幻灯片，然后在我找很多的这样的一些
毕加索所描画的女性的，或者说和他有关的这些情人的画作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是他画的朵拉马尔，这是朵拉马尔，好，然后这是玛丽泰瑞莎，你可以分得出来吗？你能分清他们这个画里面的谁是谁？其实不太清楚。当然，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他们是同时交往的，所以说因为同时交往，所以说呢，对于毕加索的这样的一个当时的那个绘画风格，它本来就很接近。好，然后我曾经在这个微信的这个公众号里看过一篇讲毕加索的文章，然后里面有一句话啊，很有意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大师就是大师，即使留了前女友的画像，现任也看不出来谁是谁。”好，那么毕加索呢，和女性的这样的一个一辈子的这样一个爱恨纠结，实际上很多人是津津乐道。那么呢，在毕加索的生命当中呢，实际上他前后呢结过两次婚，然后我们前面说的阿尔加那个俄国女演员是第一位，然后之后呢，后来他们拖了很久以后还是离婚了，然后后来呢，他经历了包括跟玛丽泰瑞莎以及多拉马尔，然后还有弗朗索瓦吉洛特，然后这几个呢是比较就是和他相处时间比较长，并且呢还有生过孩子的这样的一些女性。然后后来呢，在毕加索晚年的时候，有一个叫杰奎琳的女性，然后她和毕加索结婚了。那么当时毕加索和她结婚的时候其实已经有80岁，但是呢，在大概其实认识杰奎琳的时候，毕加索应该是70岁左右，当时杰奎琳是30多岁。然后相处了10年以后，因为80岁左右的时候呢，毕加索的身体状况就不是太好，毕加索最后其实活了90多岁，好像92岁还是93岁去世。然后后来呢，所以80多岁以后呢，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杰奎琳就一直照顾毕加索，所以这样呢，在他80多岁的时候呢，毕加索和杰奎琳就结婚了。所以这样呢，毕加索他一辈子就结过2次婚，然后在他生命当中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些女性呢，大概前后有大概有7位左右，是这样的。好，但是呢，所有在毕加索身边的女性最后的下场其实都不是太好。前面我们提到的玛丽泰瑞莎最后是在精神病院度过，然后和她最后结婚的杰奎琳，那么她最后陪伴毕加索一直在她身边。后来毕加索在70年代去世以后，然后结果在她去世大概10年以后，杰奎琳呢开枪自杀，然后她没有办法忍受没有毕加索的生活，就是在毕加索去世10年以后，杰奎琳是自杀的。所以有些人会非常的惋惜，觉得毕加索身边的女人可能当时呢，他们都会觉得非常的荣耀，或者说在毕加索的身边，可是最后呢，他们其实呢过程都不是太好，都不是太好。而且有人会形容说，毕加索每换一位女性，她的艺术风格就会有一次变化。那么比方说毕加索他最早的时候呢，去到巴黎是一个叫做蓝色时期，因为那个时候毕加索呢没有成名，所以他自己呢也又很想成名，又没有人认识他。但是毕加索是一个内在非常自信自负，然后非常有野心的这样一个艺术家。好，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蓝色时期，他的画作都是蓝色。然后后来呢就进入到叫粉红色时期。那么粉红色时期呢，是当时呢认识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他当时在法国的第一位女朋友。第一位女朋友，然后呢，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的画作呢就变成了粉红色，好，变成了粉红色。然后之后呢，认识了这个，就他结婚，认识了奥尔加。结果认识奥尔加以后呢，他的画作就偏了一点古典，因为那个时候呢，有一点就是和在这种上流啊、上流社会的这种享受的这种生活，所以就变成了有一点叫有一点后来的分类吧，叫新古典主义吧。好，之后呢，然后呢，就是差不多进入到立体派时期。那么立体派时期呢，后来在中间呢有伊娃呀或者等等，又换了几个女朋友。好，最后长期的呢到奥尔加之后呢，我们就看到的是玛丽泰瑞莎，包括朵拉马尔等等。所以这样的毕加索的一生可以说不缺女人啊，不缺女人，而且每一位女人的出现都会导致他一个艺术风格的变化。好，所以说过去呢我们讲了毕加索以后，有人说他就是有人爱有人恨对毕加索。所以女生呢通常说，哇，这简直就是渣男，说我没有办法忍受我身边的我的男朋友我的丈夫会是这个样子。可是呢，所有的男生呢可能都会对毕加索羡慕嫉妒恨，但是对于毕加索来说，他从来不在乎别人是怎么评价他，他无所谓，他觉得我就是我，我就是按我的方式在行事，
我想爱了，我该恨了，然后他所有东西都表露的，全部表露在外，或者表露在他的艺术作品当中，所以这就是毕加索。好，今天呢我们的课呢就到这里，下一堂课呢我们会讲到关于毕加索涉足政治或者说表达他的政治的这样的一个立场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好，谢谢大家。